基本上其实快没了。谢谢，我的妈呀，7点半来的，最早，眼睛没闭过一次，到现在真的，闭了。不敢接的话，不要接啊。缘分天空，从来都太晚了。终于到我们了。我是郭振，会介意别人说你只是个舞蹈很好的人？我不会很 care， 你想舞蹈好也没有用啊，那你练去啊。无论是我将来到哪个分组或者怎么样，我要成为这个节目里面最突出的。那你想跟什么样的人组队？我可能会更喜欢说一些话少的。我很想跳。有想过他是不是跳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，或者什么？有让我惊喜的，就是他控制的还都蛮好的，挺 OK 的。看到我们的舞蹈，其他舞蹈都入不了法眼。子超赞，他们好。各位少年们好，我是真的非常喜欢郑的郭振，也可以叫国宝郑振郑哥，谢谢。又舒服，然后因为他动作非常干净，非常顺啊。然后 C 中之 C， 我想看一下你的个人秀好吗？好。但同时也意味着跟林杰一样选择您。给老师搬难题，费静凡哥是一个。哎，对面的朋友 ，Hello， 他是刚贴的吗？是刚贴，我那个还没贴牢。是吗？我还自己给他按上去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做回你自己好吗？好好的。